是精神，台湾精神啊！大家今天都还好吗？好。好，这一方面就不优秀了，好不好？好。OK， 我要看到你们了。哎，戴口罩啊，那就算了。好。OK， 很高兴今天看到大家来到铁花村，我是村长。村长啊，村长的开场非常重要。那今天呢是礼拜六，也今天呢也安排非常好的一个团体在这里，叫 Gavlas， Gavlas 是来自高雄哦，又归、宝来还有桃园这些小孩子，有原住民，还有布农族，还有那个客家人，这样子他组成一个团体。那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也在南非参加了一个世界合唱团比赛，得了最佳的那个什么，就冠军，优不优秀？你看，他们今天也很难得来到铁花村，那铁花村也非常高兴。他在彩排的时候听到他们的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心感动。这样的声音呢，其实是要被分享的，是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得到这样的一个声音。今天呢也很难得在铁花村来到这里，不过呢这个团体还是村长还是要介绍很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那就是一个陈静志医师哦。他陈静志医师呢非常优秀，也很认同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用声音来发出台湾的声音，让大家都了解台湾，听得到台湾的声音。那今天呢？非常高兴他们能够来到铁花村。那村长呢开场就是宣布几件事情，希望大家配合，一定要配合。有没有人不能够配合的？ Let me 看看。好漂亮， OK。那就是戴口罩好不好？好。一定要戴口罩，全台湾现在就是这样子。不过呢最好的保护就是戴口罩好吗？那今天入场的方式就是要点杯饮料，点杯呢，你除了喝饮料之外，你喝完就是要戴口罩，你离开位置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你讲电话的时候还是要戴口罩，好不好？好。不好的举手。好 ，OK， 好，大家都非常的那么配合哈。好，那今天村长非常高兴。那在位置上呢，今天呢不能够吃外食，不能够吃外食。好吗？你如果没有吃饱的朋友，那你就撑到结束之后再到外面吃，再找东西吃。在位置上不能够抽烟，唯一抽烟的地方就在那边，你们的左后方哦，左后方，帅哥都已经在那边吃饭，怎么抽烟？什么烟你都可以在那边抽，你一次抽5根10根都没有关系。那抽完烟呢，烟蒂不要丢地上，那边有个什么水桶，你就把它丢进去，好吗？厕所也在那边，先女生再男生，好不好？那这种天气，大家都没在喝水，有喝水的一样尿很多，就是要上厕所，不要为难自己的身体啊。毕竟大家都还在成长哦，就上厕所。不过呢，上厕所一样，上完厕所洗手，那最好的防护就是戴口罩，洗手消毒，就是这样子，没有其他的方式。台湾能够一直撑到现在，也这两年，也就是这样，也是这样，大家能够这样子发挥了台湾的那个什么高素质的国民，那个什么那个水准，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在现在还能够到处拍拍照，到现在还可以大家在这里看到大家，所以是这是也是我们很高兴的一个地方，也是大家的那个什么，大家的那个警觉性，这个非常重要，了解吗？不了解的可以回家。OK， 刚刚村长敲钟的地方呢，你非表演工作人员，你不要超过那边。这一间呢是今天，乐团他们的休息室。你非工作表演人员，你们不要超过刚刚村长的敲钟的地方。刚刚有没有看到村长敲钟？没有。没有，对，不要超过那边哈，你们就是在这边，好不好？那今天呢，就一次就会一直到唱到底。那饮料呢要喝自己买吼，铁花村的饮料非常好喝，消除体力恢复疲劳，
一定会让你旅途非常平安愉快，有喝就有平安，这是我们最大的功能，那未满十八岁不要买啊，不要买酒精类的，好不好？爱护自己的身体，你们还在成长，你们是未来的主人翁，我已经也经过了，那个程序我就不多说了。那铁花村呢也有很多的狗，那你不要随意摸它们，好吗？你不要你叫它们，它不理你也没关系，它们本来就是看不起人的哈，你不要去摸它们啊，你要摸要给100块，好不好？今天也手上有盖个章，那你随时可以进出那个出入口。你如果说来到铁花村，你要买一些伴手礼的话，我们铁花村那边有一个铁花好店，你都可以在那边买到一些什么。我们铁花村的文创商品，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金曲奖的原住民金曲奖的一些歌手他们的专辑都在那边买回去，你就一直可以给一次 uncle。那铁花村呢，唯一的缺点就是优点太多了啊，所以说也希望你们以后有空没空就来。那铁花村礼拜一礼拜我们都公休，不要来。如果要了解铁花村的那个动态的话，你可以到铁花村的粉丝专页那边，当月的节目活动歌手都在那边，你们都可以看得到。下次你们来台东，你们安排你们的那行程的话，你都可以去看一下。今天你要谁，你要看谁唱歌呢？不一定是村长，村长唱歌都是属于法会型的吼。那你就不要来了，好不好 ？OK， 好 ，OK。那我刚刚讲过说那个什么非常优秀的那个这个团队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领导人，就是一个 leader， 就是陈进志老师。那我也希望说他能够上来讲一下啊。那我们现在就掌声欢迎陈进志医师。耶耶陈医师耶。谢谢村长，然后也谢谢在座的大家，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听我们唱歌。首先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感谢铁花村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孩子呢能够从大老远的从高雄的六龟千里迢迢来到这，然后能够站上这个铁花村的舞台。其实这个舞台在我好几年前来这边听过，然后好几次哦，然后其实都有一个梦想，很想要带我们的孩子能够站上这个舞台。这个舞台它不像文化中心，它不像国家戏剧院，但是它有一种迷人的魅力。我们今天就是来到一个好像在部落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来这边唱唱歌听听音乐。所以今天哦，孩子们很辛苦哦，因为他们今天下午在比赛，在那个台东的文化中心比赛，然后呢比完赛之后冲过来这里，我们赶快来彩排啊。彩排后彩排到几点去了？好，很晚，到6点多，然后赶去吃饭。他刚吃完饭冲上去换衣服，然后再冲过来。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动作好不好，但是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兴奋，因为能够站到这个舞台上面，然后把我们在高雄的六龟这个地方跑来这个地方，我们唱的原住民的歌曲带到这个地方来跟大家做分享，好不好？我们给他们一个最热烈的掌声，谢谢。好，后面好像有一群很年轻的孩子哦，高中生有吧？后面的孩子啊，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算是一个音乐的沙龙。然后呢，每一首歌要一首一首来唱给大家听。然后啊，如果这些歌刚刚好你也会唱，尤其我们后面的小孩子刚刚好你也会唱，我们就大声唱。我们当作这边是大家在一个部落里面，然后呢，我们就很随性的吉他拿起来了，我们歌声下去了，大家就一起来唱和。OK，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晚就开始喽。Oh, hi, yeah, hey, yo, yeah.
Oh, hi, yeah.
把它变成了合唱曲的方式呈现。那这首歌主要是江明俊老师他的创作，是因为他在思念他对于他母亲的部分，然后也希望能够借由这首歌祈求祖灵能够保佑人世间一切平安。
其实他的歌词内容就是在交代在外面读书或者甚至工作的青年们，如果当你在外面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难过事情的时候，记得想想你家乡的部落的人们家长辈讲的话，这些东西就会成为你的力量，让你在外面继续很有勇气的过下去。Oh, yeah.
但是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只有大孩子们可以上台。所以大家看到现在这些都是宝来国中跟六龟高中孩子们的哥哥跟姐姐。那宝来国中的孩子们坐在后面，他们明天也会要参加比赛。那我知道孩子们心里面一定很想唱这首歌，你们一定都会唱。那我们大声的一起来唱啊！记得口罩不能拿下来哦。Thank you.
下来。哎，这个麦有点高，我垫着。好了，好啦，我先休息一下哈。对，我们先让我们的那个团员休息一下。我这里有一个怕啊，你们会想说我出来干嘛？其实我们要来做一个有奖征答的活动，想不想要礼物？举哦，那个手，他才会看到你哦。好，我们先第一题。来，第一题这样，我们尼布恩名字的意思。刚刚有介绍到吗？刚刚有介绍到。没有。哎呀，还是有人可以回答。好，有人可以回答。那个大哥。牙齿。等一下还有第二part。
先继续听我们唱歌，不要走哦。好了，下一首了。接下来我们要唱的是小团的歌曲《请起立》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想要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呢、啊、那个这条南横的公路啊，在今年的四月底，它好像就要通车了哈、哦，有没有开心？有。然后呢，我们的孩子呢受邀到天池跟崖口去做表演，好高好高的地方去做表演，然后要唱布农族的歌曲。那、哦、他们先唱一下他们准备要带来的歌曲，然后唱给大家听。来，请听这两首歌。Oh.
掌加尖叫。谢谢大家。我以为俊智要继续讲。接下来让我看一下大超，因为字太多了。好，接下来要唱这首歌呢，是一首英文的歌曲。会唱这首歌曲的原因是因为今年尼泊尔合唱团及宝莱国中合唱团呢，受邀参加与环球音乐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的全球音乐与气候行动计划。这是一个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用不同的语言与音乐风格演唱同一首歌曲，也就是待会孩子们要唱的 Resolution Song。这首歌曲呢，是呼吁大家要立即采取行动，并且保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我们将布农族的古调以及这首歌来做串联，将会在4月22号世界地球日的时候，在各国同一时段播出。身为地球村的每一份子，我们要一起为大自然发声。听说啊。他们英国找的全台湾全世界好像就刚好找到了宝莱国中跟尼泊尔合唱团代表台湾来录制这张 CD， 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欢呼一下？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孩子啊，其实平常可能我们很多的东西没有表现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把我们喜爱的东西把它做到好，让别人看见，那我觉得这也是在人生中，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从2009年八八风灾之后，历经13年到现在，整个宝莱六龟的山头合唱团的发展非常的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孩子们的表现，除了在我们歌唱的领域之外，还有包括在他的一个读书的风气，还有在他对未来的人生的掌握上面，都有更好的一个发展。这些孩子啊，他们应该就是从13年前，他们国中1年级，然后进入到了合唱团，然后呢，一路在我们的合唱团的熏陶之下，有些人哦，以前真的好像小太妹啊，或者是什么啊什么之类的啦，然后到现在一路慢慢长大到现在，在座的大家，他们其实都已经念了大学，或甚至在我们的事业上、人生的功课的那个事业上，都有个很好的一个成就。我觉得在爸爸风灾之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一个成长。那我也希望他们在这个困难的成长过程中，带着这个力量，然后慢慢的去面向自己未来的人生。那么我觉得今天其实在有一点部落的这一个氛围里面，这首歌有点跳痛了。但是我觉得它很好听，因为待会他们唱出来的第一句，你会觉得怎么好熟哦？怎么刚才好像唱过了？因为我们把这一首英国的主办单位给我们的歌曲，加上了布农族的古调，然后里面重新做诠释。说来好笑，这是有一天晚上就要录音前哦，那天晚上孩子们就在我们的学堂里面哼哼唱唱，就把古调加了进去。我个人觉得无比的好听，请听 Resolution。Thank you.
诉我们，每一个明天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只要我们努力，我们身旁都有我们的朋友，永远与我们的同在。就像我们要为世界、为这个地球尽一份心力，我觉得这两年来我们过得非常的辛苦。今天我们这个比赛，这个全国赛啊，这个全国赛今天整个下午的赛程总共有6间学校，他弃权没有办法来。但是这个比赛已经因为疫情延宕了两年，孩子们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但是今天还是有好多的学校、好多的学生，他们没有办法参加这个比赛，甚至来了比赛了也没有办法全员到齐。我们一定要为这个地球尽一份心力，就像我们把这个布农族的古调，把我们古灵的精，我们什么灵？我们祖灵的一个精神，把它放在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这个世界的感恩。那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对抗这个 COVID-19， 让我们未来的生活一切都能够更加的顺心，回到这个日常的常轨上面去。啊，希望这首歌它简简单单的，但是，哎，我们刚唱英文歌，你们知道吗？听得出来吗？应该可以吧？啊，不然可以检讨一下啊。但是里头我们加了我们的布农族的古调在里头，那我们希望把我们台湾原住民的元素放到这首歌曲里面去，然后代表台湾，然后录制了这一张单曲。希望4月22号我们剪出来的那个单曲里面会有我们台湾的这个片段。那如果真的被选上了，那我们的高雄的宝来国中，我们的林国威合唱团也算是为台湾争一个光。谢谢大家。接下来呢，要让孩子们稍微做个休息，我们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独唱歌手。Hello， 大家好。那就是，我不知道是我会不会对不起他们啊，因为我自己唱独唱，应该是还好吧，对吧？好，然后那我接下来的话呢，我请我们的于宪老师帮我一起伴奏，我要唱的是一个阿美族歌手舒米恩的一首作品，叫做《不要放弃》。好，谢谢大家。会唱的话跟我一起唱哦，这样我反而会，你知道吗？更沉浸在铁花村的这个风和心境里面。天要暗的时候，你的坚持还会在痛的时候，把手放在胸口，又是否用沉默来承受？也许在爱前进，路会开，希望已。Come on.
了八大地鼓。有你才爱家，为了八大地鼓，生命不会重来，不要放弃自己。不要放弃自己。谢谢，谢谢。希望就是哦，我不要丢我们团员的脸就好了啦。毕竟他们给我机会上来唱歌，我其实也是蛮紧张的啊。好，那我这首歌送给大家哈，谢谢。或者他们的故事跟历史，所以他们就用，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小时候，我姐姐在原氏有一个比赛叫做原氏英雄榜歌唱比赛，她唱这首歌，但是在我的记忆里面，小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女生很漂亮的女生穿得很漂亮，然后在草地上跳舞，是一首很开心的歌，但其实我长大之后回去听才发现，它里面歌词会让我觉得有点酸酸的。他问说你是不是天天穿上这件衣服在徜徉，他说不是不是，然后现在就是他说只会在庆典的时候才能穿上它，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这件衣服我们有很多故事，可是我们却不可以时时刻刻的穿着它。那好，有点紧张，那我们直接来吧，也请于宪老师帮我伴奏。
杜慈莹小姐，她现在是护士。然后呢，她很紧张哦。然后啊，我们在台下来了护理师，哦，没有护士了，真的吗？啊，我们牙科诊所跟护士没关系呀、啊。好 ，OK， 谢谢。然后，我们台下来的南王姐妹花，然后她说你唱得非常的好，她想上来跟你合唱，可以再一次吗？对他没有签约，没有啊。所以我们邀请我们南王姐妹花上来一下，谢谢。是掌声不够热烈吗？谢谢，谢谢给我们孩子很大的鼓励。好，想要小礼物的话，
来，请把握最后这个字机会。对对对对，来第一题，我们的族服是代表哪个族群？我们的族服，我现在身上所穿的族服代表哪一个族群？这种妹妹，啊，听我念。来来，你注意听哦。来，一二三。哎，你刚不举。哎。答对了，来，妹妹，我给你一次机会。好，第二题。第二题，来，我们布农族的打招呼方式，一二三。好像有点小难。哎，你举手就对了，快。哪里？弟弟。来，弟弟来，弟弟啊。那个大哥吗？哦，大哥。大哥，是大哥吗？帅哥。答对！你们要示范一次吗？你们打招呼一次，来，三二一，不闹，不笑。哎，谢谢，谢谢。好了，我们再来最后一题。不是，是哦，第三题。这首有点小难呢，就是我们这些前面唱的这些歌曲啊，你挑一个，就是你印象最深的一首歌，然后你唱一句。对，那个旋律唱出来。难不难？妹妹，不用讲，我觉得不用讲哪一首歌，把那个旋律哼出来，哼出来就可以。不会你就求救小帮手。妹妹，你怕什么？你怕姐姐哦，哎。我跟你一起唱。对啊，姐姐会，哎，姐姐会唱歌。还是那个姐姐。这里。就她刚刚那一首。来，我们你就唱出最印象深刻的旋律，好来，一句话，一句，一句就好。来，一，二。阿努达拉，哎呀，马夫哈乌拉拉，你是哎呀，太傻！直接加入你们唱团，来，来，我们以后来报名参加，到高雄可以吗？转学啊，当我们学。好，来，最后一题，最后一题，把握一下，我们还有几件衣服。就最后一题了，还那么多件，两个嘛，送两个。不行了，老板说不行。老板不行了。老板说不行。好嘛，小一个啦，就是你为什么会进来听我们唱歌？为什么？不要激动，来，一、二、三。哎，太快了，你要想一想。选四个。选四个。老板可以吗？好，来四个啦。有举手的。这边两个好不好？然后那边两个。本来在外面逛，然后被那个天籁吸引了。耶！已经十天了。国小教书在台段，
所以我的小学生也会唱，也会表演，所以就想着哇，他们以后长大，他们的哥哥姐姐们是怎么样，他们以后会怎么样唱，所以也想来听听看。今天呢，那个爸爸、陈爸爸、陈妈妈也有来到现场，从高雄搭火车过来啊。然后其实哦，刚才那个这位大哥您说的那个布莱恩合唱团，我妈妈吼讲了两年，永远都是布莱恩。那我也觉得这很正常。然后总有一天，你们会记得是米布恩合唱团。接下来我们要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最支持我们的一位老师胡德普老师。